大会耶，全部在同一个舞台当中。对，好多十六组嘛，嗯，很丰富。是，你有没有看到谁很有亮点，很有 feel， 希望下一次可以跟他合作的？我其实后面有很多我的好朋友，对，就在旁边。但我蛮喜欢的是土豆，他最近有发新专辑，嗯，然后他有帮我写我一首歌《求学武功》。我觉得那个是我听到最目前最新的一个声音，然后还有 Jay Sean 啊 ，Jay Sean 我之前我们在纽约就，他在纽约的时候，我在上第一个专辑的时候就认识了，所以有一种默契的，都是好朋友在同一场 party 哦。那昨天是户外的，今天是室内的，两场又是不一样的形式，你怎么去调配你的 energy， 或者是你要展现的表演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两个演出哦，这两个演出非常不一样。昨天就是以唱歌，然后就是嘻哈的感觉，我带来不同的风格。那今天把它通通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是以舞曲，舞曲跳舞。所以就听说你开始练跳舞了，是不是？有，不知道今天会跳的怎样，但是你到底有没有跟梅姐请教到了，或请她传授一些？还没有没有，她在现场吗？快找她。她待会要先开场，OK。希望她的一些在这现场的一些磁场可以帮助到你。我有，我的歌里头有指定。哦，有指定。一下，对，嗯，因为我知道她在我前面，是我后面有稍微带到她一下。这一次有没有开发了你想跳舞的那个开关？所以以后有你更多又唱又跳的机会。有，这次我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solo 的小段落，嗯。到时候看，到时候看喽。好，来到了南台湾，来到高雄，除了昨天和今天之外，你还和歌迷见面，是不是？你满足了他们的愿望，跟他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近距离的见面会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有之前有办一个像圣诞老 Coco 的老 Coco 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有很多歌迷写信给我，嗯，然后我选了两个，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他们。或者他们需要什么东西，我 maybe 可以给他们。那有一位写的东西给我是非常感动，所以他昨天他是高雄人，他昨天在现场，他今天也会在，哇！所以希望可以带给他们更多一些能量。对，正能量，你从歌曲交给他们，他们也给你更多的掌声跟支持，是是是，尤其他们今天要在台下看你的演出哦，所以准备好了，好不好？待会我们的舞台当中看到你精彩的表现，谢谢 Miss Cole， 谢谢葛东山，谢谢。